知识、勇气，还有成长的信念，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但是玛丽马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多加了一种成分，化学物 UFO。因此，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玛丽马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打击舞曲，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今天你有点无聊吗？有一点兴奋吗？有一点难过吗？有一点想睡觉吗？有一点闪闪吗？有点抓狂吗？飞碟有一点。Lock me up and throw away the key. He knows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me. A no force for the world to see. Trained my whole life just to be.
默地看，等待一个巧合只会更加为难。你应该直接的完成拥抱，你的爱比我重要。你在，我在，直接的一个拥抱，感觉我一点就好。我在，我在。似耀眼又无害，我期待你的双手回应我的呼喊。 Oh so bright， 能不能完成拥抱，你的爱比我重要。你在，像可以去闯的祸，可是我还不想错过。拥有像一场残忍的梦，并没有想象的久，能不能别这样退缩。1:14，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飞碟有一点，我是玛丽。今天来到了7月21号星期五，今天只能先播这首歌来代表我的心情啊。而且这大楼今天是有什么大人物抵达吗？哇，楼下跟那个跨年的人潮一样多，有三个同心圆哗哗哗围起来，然后我看不到正中央到底在一楼办媒体联访的人到底是谁。你眼睛会笑，弯成一条桥，终点却是我，永远到不了。今天出门的路上真的觉得永远都到不了，怎么会这样子，路上车子好多。是否都呼啸，现在的你好吗？你在外面奔波当中吗？还是你在办公室吹冷气呢？还是你刚睡醒呢？欢迎加入今天的飞碟有一点。先起舞的第一个小时呢，是我们一周大事的时间。本周你有什么大事要跟我分享的吗？欢迎打电话给我02-2363-9955，或是透过 Telegram 群组留下你的一周大事，让我为您朗读。哦，今天昨天哥哥有预告过了，今天哥哥有工作，他今天不在哟。哦，终于解答是谁了？到底一楼是谁可以召唤这么多人？是呵呵做代志的好友谊啦。我刚才想说乃金解访的那个，我知道今天好像来的来宾大家就很兴奋，想说可是他人潮会围到三圈吗？哦，原来是侯友宜啊。
15分，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0223639955，或是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留下你的一周大事。刚刚呢，我在群组里面看有人说，他的一周大事是要去看奥本海默吗？就在今天。
你只要在 Telegram 搜索我们的群组名称 DEARMLCY Dear Marcy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就可以加入咯。周大师他说，结束了十多年感情的我，人生第一次用了交友软体配对到距离很近的女生，第一次见面非常好聊又长得可爱，过了几天约他晚上吃饭也马上答应，我希望他可以顺利走下去。转接中。哎，谁保留我电话？刚刚谁保留我电话？为什么刚刚那个交友软体就会很想唱 iPad？ 世界太乱，人心太烂，我要时光机。但是他说八月份他准备要去欧洲工作两个月。哎，你是去欧洲哪里啊？最近那个新闻什么意大利那边，感觉超级超级热，超级。王静去约会，他也说那边好热哦。听到的是吴克群的新歌，就叫做《时光机》。很多时候呢，各式各样快问快答跟访问，最喜欢问到问题之一：如果有时光机，你想去哪边？如果可以改变过去的一件事情，你想改变什么事情呢？如果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光，你想要回到哪个阶段的自己呢？对面是在给我热舞吗？对面是录音机在给我大跳。
有人说我会去看澳本吗？啊，昨天如果你们看直播的话，你们不是亲眼目睹我澳本的票被抢走了吗？少女时代的 G， 其实呢，现在在我对面录音间有很多人在辛勤的忙碌工作着，看到这些妹妹们在跳舞，紧急替换一些歌单，让她在工作的时候更带劲。我现在真没有个热舞的人，现在你在办公室也忍不住还偷隔壁同事的手机当手电筒跳起来吗？的一周大事，我哈先跟家人狂吵架，再跟男友狂吵架，吵到我觉得我的人生超失败，我被闲得像蟑螂一样。叫 Sky 还是叫老公？36分，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we could be. But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Yeah, we'll be counting stars.It's like
flashing signs. Seek it out and ye shall find. Old, but I'm not that old. Young, but I'm not that bold. And I don't think the world is sold. I'm just doing what we're told. I feel something so right. Doing the wrong thing. And I feel something so wrong. Doing the right thing. I could lie, could lie, could lie. Everything that kills me makes me feel alive. Burn down this river every turn. Hope is our four-letter word. M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Old, but I'm not that old. Young, but I'm not that bold. And I don't think the world is sold. I'm just doing what we're told. And I feel something so wrong. We'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I could lie, could lie, could lie. Everything that drowns me makes me wanna f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ut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Sing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 learned.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g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 learned.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g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 learned.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g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 learned. Everything that kills me makes me feel alive.你继续回来飞的有一点，我是玛丽。今天我的录音间呢，有一个人就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要进来热舞哦，我就决定要开直播让大家看他跳舞。我就只是想要跟着音乐跳一跳，动一动而已。你跟我这边是健身房是不是？我这里是健身房吗？来，大家一起动一动。现在应该是什么？午休快要结束了，休息时间，起来动一动。你直播开了？开了。你跳啊，你跳啊，这不是你。我听不到音乐，你知道吗？你那个耳机你听不到吗？我要戴着耳机，我才听得到，我要怎么跳啊？你耳机转很大声，你就听得到啦。开始吵架。哦，可以。他刚已经在我这边跳了《爱无赦》，跳了《少女时代》的 G， 他现在要跳《Shine the Ring of Ding Dong》。OK， 我们就来欢迎大家。你现在可以上我的 IG Marine Tower， 你可以看到一个最美的女孩要来热舞咯。其实我不会跳。我不会跳哎、欸，这是哪里啊？是这样跳吗？我只会后面那个。瑞尔顶龙是不是要来了？这样不是，这边是。等一下，我有个问题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嘛，一个是在听广播啊，听广播我就听得到音乐，但看不到你跳舞。但是看直播的人呢，就看到你跳舞，可是因为我们录音间开麦就是没有喇叭，所以也是干跳。嗯，那就很好笑啊！我不是谐星啊！有人说，
请问悠悠你上班都这么悠闲吗？他今天有没有在上班？我有啊，我不能说。他今天就只是来处理一下公务而已。我来处理。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分享给你，我怕会不会影响乐观小宝贝一天的心情。不会，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击我的吗？我就是骂你而已。他们说你的头看有点油。那可能是我刚刚搬东西流汗。我刚搬了，你不能转那一面，你很油吗？很油。卡蒂亚老师，我要你的干洗发。我不会被你受到打击的，我用干洗发就好了，大不了就洗个头而已啊。你不会头油吗？这都是能解决的嘛，没事没事没事。你说这样大家就有音乐是不是？有人说，请问你刚刚是不是去游泳游回来？有这么游吗？我看一下直播。我强烈觉得是顶光的问题。可是发质看起来很好啦。我有天使光吗？有有有有。那我昨天是用发基因的那个护理素。哦，谢谢你耶。有哪有油啊？是滤镜好不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那也没有办法，因为我要漂亮啊。生日快乐！是不是礼拜五就是要这么快乐？没错。Ring a ding dong， 来自于 Shiny 1:46。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有一点》。第一个小时呢，我们再请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不管是我现在可能已经没有手可以接电话了。如果你在看直播，你也可以在直播上面跟我分享你一周大事。天哪，边开直播边做节目，好怪哦。有人说比我五天没洗还油，真的不可能哎。你就把你五天没洗的头拍一张照，然后放出来给我看，要有图为证，不要在那边大声嚷嚷。真的是，有人说悠悠需要发机，我有在用哎。他就是只是他，因为他其实上午蛮忙的，他在忙着做事。我在大太阳底下搬东西搬了2小时。没错。谁找我啊？哦，抱歉。好，跟艾莉说拜拜，那我们直播再见喽。快放掉你的手，忘掉他，悲伤总是太啰嗦，想的太多，头只会更痛。滴滴答答，滴滴答。滤镜突然反过来，我会看我自己吓到，我看一下。哇，哎，我的前镜头好脏哦，脏爆哎，好的，飞碟有一点，第一个小时是我们一周大事的时间，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留下你的一周大事，搜寻 D E A R M R C Y Dear Mercy 就可以加入喽。你还是离不开，饭来伸手。既然现在都在开直播呢，有个问题来问问大家好了。今天呢，我觉得我穿得蛮漂亮的，就是出门呢就觉得哎很漂亮哎。原本我今天就是想说下午去趁可能不知道下礼拜台风来之前，在外面拍个照，拍个漂漂亮亮的。但因为觉得很美，然后我下礼拜要去台中玩，还是我这一套应该留在台中呢？放掉你的手，忘掉它，悲伤总是太啰嗦。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宇宙人的《踢踢他》。好了，1:48。
有人在群组里面留下他的一周大事，说他这礼拜就要去嘉义玩了。那记得之前呢，玛丽你有说过你要去嘉义，请大家推荐厉害的饭店。玛丽你去过了没？哎，还没耶。可是如果八月份有机会的话，应该嘉义就会成型。然后之前真的很多人推荐我各式各样嘉义的饭店，那些饭店其实大部分在 IG 上，如果你有认真在那边找的话，热门的我觉得就是那几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这叫做 Eason 的一周大事，说星期三看了 Eason 的演唱会，好听到灵魂，现在我的灵魂还在小巨蛋，我回不来。哎，真的哎，我的脸书上的朋友去听完那个陈奕迅的回馈都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太好听了。这首经典作品来自于 TRF Boy Meets Girl， 1:52，待会儿我们要进个整点消息咯。欢迎大家平常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1:00到3:00加入我们的飞碟有一点飞碟联播网，就爱电你，就爱电你 UFO。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可以搜寻欧马克，可以搜寻玛丽的下塔，丽是美丽的丽 ，Mary in Tower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也可以订阅我们的 Podcast 马克信箱，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班可以听。整点报时之前，我们先来听听七七柯奇奇 Your Wonderland。假如不需要我，只剩空格悄悄溜走，然后消失没了线索。I'm a guest on medicine， 落在你精神边都胡乱分裂，什么都想拥有，包括你的每一根头发。I'm a guest on medicine， 落在你思想边都胡乱分裂。什么都想让我包括你每根头发。I could give you my word， 陷入你的 wonderland， 染色黑色的裙摆。陷入你的 wonderland， 想逃却逃不出来。困在一个雨天堂之间，越爱上才看不见。假如轮不到我，只剩空格悄悄溜走，然后消失没了线索。I'm a guest on medicine， 落在你精神病毒胡乱分裂，什么都想拥有，包括你的每一根头发。I'm a guest on medicine， 落在你思想病毒胡乱分裂。什么都想让我包括你每根头发。
陷入